偶像不好当啊，加油啊各位！第四轮的资格赛，第一个提示，请看5秒。《三国演义》毁了，艾米达怎么知道《三国演义》毁了？第二个提示，请看10秒。五虎上将，《三国演义》又是五虎上将，五虎将，难道跟你有关吗？ 终极三国，我就是五虎上将之一，有没有？有，对不对？刚好他演过终极三国，对啊，孩子们看的，青少年看的。告诉我们答案是几个字？两个字啊。第三个提示，请看。OK， 歌虚气。哇，你答得好用力。你知道答案？太激动了，我不知道。来，少翔，你的答案是两个。 马超答对了没有？答对。来，就是我们的少翔加入他的九宫格攻略赛。好了，谢谢少翔，东南技术学院电机系。好的，他2009年的长相是这样子的，是吧？其实差别不太大。 一点点的志气而已啊，事实上你就长得好好的这样子，对吧？其实差别没有太大。来，我们这边看一下为你量身打造的九宫格提醒，请公布。客制化专属的内容分别有：帮猫洗澡，哦，这是你被逼的，一定要洗，对不对？弄潜水镜，哦，是你。上太空，你很希望。卖座电影。 你也希望你看过还是看过？好，手游花费你爱打，辣度测试你爱吃，女友的恶习你常常经历，不能常经历不好，这样讲不好听。女友二恶习挥之不去，星座理财必须要小心面对的，那就潜水镜，弄水。 弄潜水镜会出什么题呢？3分钟准备倒数，请出题。潜水时潜水面镜常常会起雾，请问用什么涂抹在面镜上的除雾效果最久也最好 ？A 口水 ，B 沐浴乳 ，C 牙膏。有没有陷阱啊？有没有陷阱哦？我的答案是 B 沐浴乳，请锁定。 我猜口水的，虽然可以防雾，但是防雾的时间非常短，而且你不能够先冲过你的蛙镜，等于说你这个泳镜呢，必须是干燥的状态，你就要直接把口水沾上去，而且你直接用手指沾了口水涂是没有效的哦，可能就要用舌头直接去舔，那真的非常的恶心。那另外呢，如果再上头沾牙膏，牙膏其实对眼睛非常的刺激，所以一不小心牙膏如果进到眼睛里头的话呢，会很不舒服。再加上牙膏容易会淤积牙膏垢，所以呢也容易伤害到你的泳镜。 那么在沐浴乳的部分呢，其实会建议大家，你可以挤大概是1块钱硬币的大小到这个蛙镜的表面上，然后非常的轻，用你的手呢把它涂抹的均匀，但是要很轻，再用水把它冲掉。这时候呢，在这个沐浴乳当中的表面活性剂会留在你的蛙镜上头，那它是有疏水性的，就可以帮助防雾，而且时间是非常的持久。好的，开始，少翔同学，第二题。好，女友恶习。 这我应该蛮专业的。女友恶习，2分13秒，准备倒数。题目是：请问根据调查，台湾男生最受不了女友的哪个坏习惯 ？A. 化妆化太久 ，B. 讲彼此的私密事 ，C. 不洗头。强调是台湾男生最受不了的部分哦，不是跟国外无关哦，就台湾哦。台湾哦。 哇，所以也不是我。<笑>最受不了女友哪个坏习惯？化妆、洗头，还是私密事？我的答案是 A。A， 请锁定。哇，你这是用猜的，已经毁了。真的是猜的，因为而且这不是我，这是台湾男生。
小蛮都不化妆。那你最受不了小蛮的什么？讲彼此的私密事。那你为什么不选这个？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可能不会经历到这么惨的事情。开玩笑。你已经打算分享些什么事情？就是因为不想分享，所以才选这一点。有时候她会跟她的闺蜜讲一些我的事情，然后她来的时候，我碰到她的闺蜜的时候，可能她就会知道我一些事情，我就觉得我很像一张赤裸裸的，赤裸裸的，对，在她面前，然后就会觉得很害羞，这样。哎呦天啊，你为什么喜欢分享？谁不会跟闺蜜讲，就是对方坏话？化妆化太久，你觉得这是除了私密室以外最可能的？对，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女生都会化妆嘛，出门都要化妆。那我觉得男生可能通常都比较没有耐心。啊，你是说不洗头比较可以忍受？我不晓得哎，大家应该都会洗头吧？不洗头的女生多不多？多多。举手。真的假的？有没有认同这个？你知道的女生，很敢举手。女生不太洗头的举手，一个。女生不太洗头的，我以前也不太洗头。你看看，你看到没有？除了小蛮有洁癖之外，所有女生都会承认。没有，我可以分享一个不要臭到别人的方法。什么呀？就是戴浴帽睡觉。戴浴帽。对，如果真的你没有办法洗，觉得真的会影响到另一半的话，就戴浴帽。可是很丑。有戴浴帽。对。到这么严重的你就洗头就好了。就是懒嘛。他们洗头愿意，他们不想吹。吹头。对呀、啊，很吹完跟在洗一个一样。来，答案是什么？举手。化妆化太久。好，根据这份调查呢，其实台湾男生呢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女朋友不洗头，有超过60%的男生呢都觉得这个点啊是他们非常不喜欢的，因为觉得女生应该要香香的啊，怎么会有一种油耗味跑出来呢？那男生呢，他们忍耐的极限只要2天不洗头就会受不了。那第二不能忍受的呢就是化妆化太久，有超过一半的男生也都不喜欢女生的这一个点哦，而且认为呢如果化妆超过半个小时以上，他们就会不想等待了。而第三名讨厌的就是跟彼此讲跟别人讲彼此的私密事，因为不喜欢女朋友向对方抱怨自己，也不想要把彼此之间的事情呢告诉公诸于众。好吧，没关系，今天就让女生拿。但是我们马上进行终极的惩罚，那两只母猪准备。恭喜今天的双生双蛋的组合，男生都差一步啊，就差一步，女生都带走了奖品。没有空手而回的感觉真的特别好，你相信我啊。剩下两位没上榜的，2009年的长相是的。好想谈哦，对啊，对，还蛮精彩。其实有相当大的差异啊。不会让我这样子比啊，要戴着。但是我觉得长大以后真的漂亮，矫正牙齿了啦。小时候只是可爱而已，长大真的漂亮。好，这是他，对不对？看好啊，他10年前等于是不到幼儿还是小孩？九岁，9岁啊，这不公平！哇，对啊，小朋友。我说为什么要拍你们？这才是他今天的惩罚吧。最精彩的结果是他哎。对啊，为什么要选一张你好像还没准备好的？因为我们都要找10年前的，那他就9岁啊，怎么办？你3下，你2下。好。哇。先处罚你。好。不要你压轴。喂。我让你看看姐姐怎么样啊。啊。她今天穿这么漂亮。三哥，我认识你很久。我知道。你不要动来动去啊！很恐怖啦，你有试过吗？我试过啊。哦，好。看前面，眼睛闭起来。你也拉太远了吧？拍一下啊，很快就过去了哈。感觉好重，老爷跟丫鬟。很快就过去了。2下，王星辰同学3下。要谢谢哥哥姐姐对你的支持啊。对不对？用跳舞代替啊。尤其那一对夫妻啊，小心啊。带着跳舞。要注意那对夫妻啊，注意哦，眼睛闭起来哦，眼睛闭起来哦。
要哈，这两下好不好？很快就过去了，很快就过去了。这个好可怕的。看你下次敢不敢来哈？干嘛呛人？那绝对带不走你脑子里面的料，想当个有料的人吗？如果你觉得你缺乏了、缺少了、不够了、不足了，记得礼拜的周一到周五晚上的九点，锁定我们的东森频道，准时收看我们的《全民新攻略》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不动吧。在社会走跳，总要有一两个益智题目放口袋里面，聚会聊天破冰都是很好的帮手。不要再考虑了，按下订阅的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全民新攻略，赶快来订阅哦。